笑死他。哎，前面这个红色的。是，哇，好漂亮哦，我喜欢它的窗框。这是船一样，是啊，哎，这应该就是我从苹果的庄看到另外一座城的其中一个部分。哦，你说对面的吗？之类的，是的，有可能对啊。对，台湾好像蛮多原住民部落是基督教的。是，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传道士在台湾，就不断的在。这个应该都是日本之前吧。嗯，是，应该是都在日本之前就开始。在这种地方盖房子真的很难，真的。嗯，你要一些建材要上上下下。哇，这真的吓到醉。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我们被派来这里要做什么。不知道。这种路就最讨厌的，从山上然后开始往溪谷开，然后最讨厌是等一下没有开上，这是最痛苦的。还是我们等一下下去有一条路，我觉得应该会有别条路。对啊，因为再开上来，我觉得我可以了。难道我想吐了吗？才刚醒又可以。其实还好，这样好晕好摇。对啊，好摇。对啊，好摇晃。不好意思，那个大哥忍耐一下，大哥。我尽量赶，小心开，大哥不要生气，大哥。今天整天都是这样，今天人都在摇嘛。前面没有什么招牌，没看到。羊什么？尊，那是尊鱼的尊。尊哦。这里有什么？尊鱼美食餐厅。真的、哦，有餐厅哎。哦。你刚应该住光了吧？晕车都住光了，可以吃中饭，差不多给你吧。是鳟鱼，也是叫也是鲑鱼的一种。不知道哎，等下问一下老板，我们去找一下老板，我们去聊聊看看有没有。等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，哎，老板，应该这个应该是老板吧？能够在鳟鱼池里面工作的，应该是老板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是老板吗？对，老板你现在在干嘛？那就是在把鱼围起来啊。对，你一个人而已啊。对啊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我很需要人手帮忙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可以帮你。我们现在是蛮闲的，然后想要跟你打工换中餐，因为你那边有餐厅嘛。对，那边有餐厅。好，想说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就来帮你喽。好，那我们要先去换青蛙。好，换装，走。昆达在问说，鳟鱼跟鲑鱼是一样的吗？他们是同一个种，但是不一样。我们是红鳟。哦，对，彩虹的红。哦，红鳟。对。啊，红鳟。对。啊，但是它是白肉，它也是白肉的，只是说它的那个背部油条很像彩虹的颜色，所以叫。哦，所以叫红鳟。所以它的习性跟鲑鱼是都一样的。对。哦。像樱花钩吻鲑也是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同种，都是同种的。对啊。啊，鳟鱼就是要养在山里面，它一定要活水，然后水质要很冷才养得起来。啊，哇！它的水要不断的流动，不能是就是池塘那样子的。池塘不行，你一定要让它随时在流动就对了。对。哇！啊也要冷，冷够冷，要够 冷，对，因为它是冷水性的鱼。是，对。那我们来这边换青蛙吧。哇！那我们首先要先来喂鱼，喂鱼，对，然后喂鱼要先站到鱼池上面，站到鱼池上，对。
跟那位好要闪掉，对，哦，不暴动了。它这样一池有几只鱼？我们一池大概2500至3000条，一池大概2500到3000条。对对对对对，一池大概一桶啊，一池大概一桶，对，一池大概一桶。一桶一次喂完吗？还是说要分批，要慢慢分批，慢慢喂，就像吃到没什么东西了再喂。对，像我们如果喂的话，对对，就是从下而上喂完以后，就是可能再由下而上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这边喂一些，对对对，要喂到先不用喂到一桶啊。对，我们就先喂一些，然后往下移动这样。对，那我们有小桶可以分吗？这里有几只？我们这边总共25池，25池，对。我们就开始喂了，哎，我们负责区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横的喂好不好？都可以啊。1、2、3，刚好3块，我们就这三区。好。哇！哦，暴动暴动！哇，好多。对，啊，那边也可以再，那边也可以再过去喂。对啊。哇，好疗愈哦！嗯。这只超多的，而且他们看到人就会过来。哇，这只，哦吼吼吼吼吼，好嗨哦！哇哈哈。哇，要不然我喂这一池，我这一池好像感觉比较大哎，差不多，真的吗？哇哇哇，暴动暴动！林大哥，所以每一池的鱼量大概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像越大池的，像这边大概2500至3000，像这边大概就5000了。这里就5000哦，因为我们一季都付5万，五万软，对，哦，一季就20万。哇，好好玩哦。好精彩哦，超好玩，很疗愈，喂鱼喂得好开心哦，第一次这样喂鱼好爽哦，对，真的。你人跟他先掉进去，对啊，这个为什么你饲料还这么多？因为我用手抓。哦。真的哦。你有碗吗？没有。喂完了。我也喂完了。我还没。尺度好，我过不去了。还有小孩的这里喂鱼吗？好啊好啊，很欢迎啊。这个太爽了，这好好玩。我喂吗？好啊好啊。哎，真的很爽，一把一把抓。就是丢下去开始跳。对啊，你看。这样子不会去碰，很疗愈哎。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继续喂吗？还是现在喂鱼到一段落，好，先捡鱼，捡鱼，对，要下水去捡鱼，把大的跟小的分开。啊，大的我们捡出来，等一下要送餐厅。但是它会动，我怎么去捡？哎，我们那边有那個网子，哦，用网子哦。只穿这个爆爬哦。这个拍子啊，哎，打网球啊，大的放在这边，它小的已经放在外面去喂，所以我把它捞起来的意思吗？对，哇，夜市捞鱼，对啊，不会破的网子，我们是要围这边哦，我们要出来外面，对对对，我们要外面，要站出来啊，要把你围起来，把你捞到对面去。好，往那边切嘛。所以要怎么切？我这里也是挡吗？尽量围就对，不用说怎么样，就尽量围多少算多少。其实也不能全部围起来。哦。那你往外跑，要跑？不会。这边啊？不会。不会啊。外面都跑出来。我们赶快拉过来。那我应该要到角落这里吧？我要到角落。拉过来。
Yeah！ 哇！哦吼吼！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多、哦。然后呢？最下面的。对啊。比较高，最下面的高。最下面的高。好，可以起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跑的跑出来了。亮点，对。哇！慢慢的这边冲过来，从下面冲。哦，开始是做剪鱼的动作，哦，开始做剪鱼的，对，这里要剪了，哇，哈哈哈哈哈，这算小的，小的，小的，这种大可以，哦，大的，小的，小的，你怎么分的？看起来尺寸差不多啊，大的，大的，这个什么？小的，大的，小的，大的，小的，小的，小的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，好，好的。这小的，今天把鱼放上。这大的吗？这小的，小的，大的，大的进来。不好捞哦。小的，对，小的丢过去。我可以用手啊，不行哦。也是可以啊。对啊。这是小的吧？小的，大的吗？这个，这个大小。小的，大的，大的。哎呀，来不及了。哦，这个很大，这个大。对，这个大的，这大的，这个也大的。老板看不下去了，直接用手。它没有什么鳞片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跟鳗鱼一样。哇，它跟鳗鱼很滑。对呀、啊，很滑。它是小的。哇，这大的，这是大的。哇，它是属于软鳞的。有。哦，软鳞条。这是小的还是大的，老板？对。哎。哦，这个大的，这个大小大小，这个大的大。哎呀。乡镇餐厅要杀五条鱼。好好好。好，你们还要外送？对，我们要外送。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。所以这边有很多的餐厅直接跟你叫鱼。对对对。哇，好新鲜，而且方便呢。对啊对啊。跟捞很捞啊是一样意思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变成说让它捞起来，然后杀好送大还小？小，出来是小的，好是小。要五条。可是你们这个餐厅距离小的啦，大概都多远？就是上面的餐厅。上面的山路，就是刚刚拍下来那一段山路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哇，那这样也要20-30分钟的车程，差不多要要。那、啊、你们都用什么交通工具送？如果叫少的话，就是骑摩托车送；叫多的话，就是开车。司机多还是少？我这是很少，我很少，对不对？看你要送呢，没有，因为我早上，你们太晚来，我早上已经送一批了。是啊。你们等一下，谁要帮我去送餐厅？谁要帮我去送鱼货？可以猜拳决定，可以，好。他们现在是不是累了？对啊，三个都不讲话。不讲话。喂！哇塞！怎样？我们怎么决定猜拳？来猜拳，猜拳。好啊好啊，一个外送而已嘛，一个啊，最赢的，输的外送，最赢的，你决定，我决定，猜拳他比较犯规，对啊，被他猜拳都输，来决定，赢的，赢的送，赢的送，来，赢的送，对不对？赢的送就不是我送，你觉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大家都沉默了啊，来，我们继续抓鱼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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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不到，他们越来越活泼了。这大的吧？小的，大的，这个，这个，大的，大的。所以我要去送，对不对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小心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